天饮食，天天美食。哎，昨天呢，我有一位朋友啊，到我这儿来，给我拿了一点他们那个海边上产的那虾干啊，就是大虾，啊，带着皮儿都风干了。哎，我一看这是好东西啊，但是怎么吃啊？我就琢磨，这么吃也吃不动，皮儿剥又费劲，我就跟屈浩师傅商量。哎，屈浩师傅说没关系，就用你那虾干，咱们给大家做一道虾干四蔬。新买的虾干应该如何处理？蒸过虾干的汤汁有何妙用？今天屈浩师傅就要教大家用虾干做这道鲜美可口的虾干四蔬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需要准备的原料有虾干、香菇、胡萝卜、冬笋、娃娃菜等。屈师傅，哎，今天就用我这虾干，哎，对，用您的虾干咱们做道菜，做这个四蔬。四蔬，对对对对，咱看看，哎，好，这个怎么做？哎，这样的虾干呢，一定要提前处理一下，就是啊，有的人呢老怕这个虾皮不好吃，就把那个硬壳给剥了，其实里头富含钙质。通过咱们加工，它这个壳会很软，不会很硬。那您得教教我。哎，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用点清汤，啊，加点鸡汁或鸡粉，加点葱姜黄酒，然后上笼蒸，蒸它20分钟，先泡它，泡完了泡20分钟之后再蒸20分钟，泡软蒸透。那这时候您吃这虾肉呢，它就没有那么硬了，而且呢鲜味也进去。咱们这都泡好了，泡好了，蒸好了啊，蒸好了。那么这个呢配料呢，这个是随心所欲。您来3种、4种、5种都没毛病，就是说三蔬也行，对，四蔬也行，五蔬也行。今儿咱们这个做法呢，全老师非常健康啊，叫蒸法，蒸法是吧？咱们呢不是炸炉爆炒了，是吧？咱们是哎稍微煮一煮，然后蒸了，这样呢没有什么油腻，吃起来很清淡，营养也少流失，对，是吧？哎，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今天是四蔬，四蔬对，把它呢给切成片啊。香菇呢，我们简单一片啊，可以了。娃娃菜，娃娃菜，这个哎，一破两开，这个帮的部分稍微给它片一片啊，叶儿也是稍微抹一刀。这娃娃菜就是小白菜呗。小白菜其实另一就是白菜的另一种，就没长大的白菜是吗？不是，它有单独的一种品种，哦，单独一个品种，对对对。就长这么大，哎，对，就长这么大，哎，咱们把它呢先焯下水，飞水之前呢，哎，我们把它这个水里加点盐啊，然后把胡萝卜呢放下去啊。一般的呀，很多蔬菜要飞水，主要的目的是让它最后一起成熟，一起成熟是吧？对对，嗯，这个呢也是啊，对，你要这胡萝卜片，你搁里炒也好，蒸也好，得蒸什么时候？先焯一下是。这个呢，因为冬笋里头含有很多这个酸性啊，所以呢要焯一焯，去一下它的酸味。哎，然后把香菇放进去，哎，唐老师，咱们这一会儿跟做凉菜似的，该摆盘了。就是我要说嘛，就是说凡是这种蒸的菜肴，那事先呢肯定要把它形状先码好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因为一会儿出锅上桌就吃了。这个呢，用一点点白菜叶呢，啊，白菜叶的部分我们垫垫底，啊，垫在中央部分，然后呢，剩下的就把这些，哎，这些切好的这个白菜，我们堆成一堆儿，是吧？讲究点您麻麻，不讲究点堆一堆儿也没毛病。嗯，那为了整齐美观了，哎，咱就码一码，还是麻麻，对。香菇呢，哎，你可以放这一堆儿。哎，胡萝卜呢可以放在这边，这边。冬笋呢，哎，就放这边了。那我这虾干放哪？虾干一会儿搁中间了，啊。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边呢，哎，简单的给它排一排。最后呢，我们把这虾杆儿，蒸好的风干虾，这已经是蒸好的，泡好的又蒸好的。前面说了，泡20分钟左右，再蒸20分钟左右。哎，记住这个原汤千万别倒了。哦，哎，就是蒸这个用葱姜酒鸡汁儿蒸的这个虾风干虾，这汁儿别倒了，因为它很鲜美。对 对, 对啊，很鲜美。就是您在屉里蒸，肯定不管是用盘还是用碗，对，最后剩的里边的那个汤一定要留着啊，一定要留着，因为它这个味道非常鲜美。
然后这样上锅蒸。哎，等一下，那我们再兑个汁儿啊。啊、哦，把这汁儿呢，我们再稍微多兑一点。就是这原，哎，就是原汤，就是这原汤。哎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继续往里调味啊，加一点点料酒，来点盐，嗯，鸡粉，然后我给它调匀了。可以，那这个汤就更哎，这汤哎，再加上味道，然后我们给它全部拎上去，啊，拎到这个四蔬这菜上去，然后上笼蒸。这个大火，嗯，蒸十分钟，十分钟，哎，这菜呢全蒸透了，这个味道呢也就全进去了，全进去了啊，虾的味道啊，在蒸的过程中，本身那个蒸虾的汁儿就淋下去了，虾自身的味道在蒸制过程中还在不断的肆意，那么使让呢周边的这四种蔬菜充分的吸收这个虾干的这个味道，十分钟。十分钟到了，到了，关火。开锅，可以蒸透了。哎，好，哎，给它取出来。哎，烧上火。嗯，还要做什么？哎，咱们要干什么呀？要把它这汤啊给它滗出来。哎，原汤，哎，倒到这个锅里。哦，好，开锅打沫，把这沫打喽。然后我们勾芡。哦，这还要做一个对汁儿。对，好，把这汁儿哎勾个芡，这样呢它就有粘稠度了。哎，勾好芡了，我们拎上去，拎在这虾上啊，再拎到这个四蔬上。那么这个菜呢，哎，你看着它就非常光润了。对，而且这味道也就全进去了。好了，这虾干四蔬，哟，这么烫啊！这个虾干四蔬就做好了。这道既美味又营养的虾干四蔬做法非常简单。首先，您需要将买来的虾干加入清汤、鸡粉、葱姜、黄酒泡软蒸透。将预备好的蔬菜切好之后，用水焯制。虾干放在码好的蔬菜上，虾干原汁加水、料酒、盐、鸡粉浇入盘中，上锅大火蒸至十分钟。盘内的汤汁加水淀粉勾芡之后，浇在蒸好的菜上即可。如果您还想让菜品更丰富一些，也不妨加入更多种类的蔬菜。如果您有了更好的搭配，也一定别忘了告诉我们。谢谢曲师傅，哎，回家我就按您这方法做我那虾干。好，哎，这虾干特别有营养，据说啊，比如钙的含量，它就是奶呀、啊、蛋呐、啊、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，所以大家经常吃点虾干，注意健康。好，天天饮食，咱们明天再见，再见。